有按录吗？等一下，啊，录下了，录下了，录下来。我们现在去横店给于董一个小惊喜。我现在想法是偷偷到片场，嗯，然后故意在假装说咔咔，别那么烂，大玉龙怎么那么烂？好，我是当时那粉丝，我是那个。啊，不好意思。我好，我给你来接一个。但其实我知道他会来，所以他姓严是没有错的，言出必行，可能跟这个有关。上周去五六七八，哇哟，哎呀，可以，他好像有跟上哎，看你了，再看一下，对，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做到，吓我一跳，有点小感动，今天可以跳成这样，我相信他试一下已经。花了很多功夫。真的觉得大家已经心连心在战斗的那个状态。太好了。